今天去串门子要用的，啊，串门子或是出去虾饼或是去下棋，可以运动用。很好转嘞。对，他倒退是用前面的。他前进后退都是前面，你可以试试看。啊，你前进就啊没有。都不会这样。哎，自己坐两千块买，对啊，又不收钱。我跟你讲，箭头在这里啦，箭头朝前的时候你踩就是朝前，只是前轮没气而已。刹车，然后转360度，然后是往后踩，也是往前，是往前。就是只要箭头往哪里，就方向往哪里啊。抓这样，我女儿最喜欢这样玩，啊，那她就一直转，就一直转，她最喜欢这样玩。对啊，人家小孩子玩。所以电梯的空间也可以转，走道的空间可以这样过。其实违反逻辑，违反思考逻辑，是吗？就你轮子这样，哎，就是正常。